最开始我是懵的。嗯。对，我因为觉得什么消息都没有。嗯。然后突然一下说被执行了。嗯。然后当我真的确定他们俩被执行那一刻，真的。就感觉心里松了口气哈。因为这个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。嗯。然后我也可以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今天想跟孩子说的就是。很简单，弟弟妹妹可以安息了。现在弟弟妹妹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嗯。然后现在主要就是担心我爸爸妈妈的，嗯，他们的身体健康。对。嗯。